想在 iPhone 入面自制你的专属铃声，不需要去 iTunes 买，亦都不需要下载其他 Apps 去整，因为 Apple 其实有一个官方的 Apps 已经内置了在电话入面给大家自制铃声的了。如果你已经不小心 delete 了这个 Apps 的话，就可以去 App Store search 这个字，那就可以免费下载。打开了个 Apps 之后，选择录音机，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要的声效，又或者是不要声效都可以。这个铃声最多只能够录30秒，记得录音的时候要熄埋个拍子机，跟着你就可以开始录音了。起身啦，迟到啦，起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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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咧就可以点选左上角第三个公仔，你嘅声音咧就会变成一条音轨，然后咧你就可以简单地裁剪佢，再按左边呢一个三角形点选我的歌曲，再长按你刚刚录制嘅铃声，之后咧分享按铃声，跟住你就可以编辑你铃声嘅名 ，export 就完成啦。打开设定，跟住进入声音与回馈，再点选铃声，跟住你就可以选择你啱啱制作的铃声啦。起身